来，我们站近一点点。OK， 那我们不是家人的先离开。想你了。李佳丽，干嘛？楼下有个男生，你朋友找你。就是你家刚刚那一束，就是不爽。Your family is so nice. Yeah, are you in a bad mood? 才诺 ，Excuse me. 恭喜你 ，Happy！ 我跟你讲，本来只要杀一两头，杀猪又不是帮我们，是在帮你们自己。小丽，小丽，上了，上了。I want to bring Ali back to New Zealand。那你这样会倒霉啊！他听不懂中文，你讲也没有用。我也希望他一直都在。才是解开诅咒的魔法，他怎么还不知道？现在怎么还不知道？我知道我是不及格的爸爸啦。我才不容易牛西兰嘛啊！我发现同安木兰呀，就是你，你这个没有用的蠢蛋！欢乐至上，快乐万能不忘。给我一个拥抱。Bye.